上古时期，神州大地水患连绵，民不聊生。恶灵蚩尤为祸一方，他将磁铁投入大海，水患平定，蚩尤被俘。后磁铁成为东海龙王的镇海之宝。孙悟空出世后，收磁铁为兵器，压五行山下。最后时刻，大圣将灵性传予了金箍棒。来，去找有缘人。停下！停下！你哎，快快停下！哎呀，还笑！我觉得老天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偏偏？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变成猪，哼！哎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齐天大圣一样，拥有72般变化呢？好小子，有缘人！我以后慢慢告诉你。我可是世间最厉害的兵器，重13500多斤，只有大圣才能驾驭得了我。后来他把他的灵性传给了我。我的天哪，10000多斤，怪不得你这么胖，我觉得你长得像个扫把。你瞧好了。哇，怎么样？太神了！我信你，我信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要不然你变我，我要天上会飞的。哦，哇，终于离地了，我会飞了！快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！过瘾了吗？你真的是金箍棒，师父。收。
跟我一起修炼吧。嗯。
万物皆有灵性，需要你来保护。你神通广大，不是有你保护就够了吗？那是。那你就没有什么弱点吗？当然有，我的弱点就在那东海海底的深坑里，没有人会知道。哦，快走。哎，你让我再看一会儿嘛。Thank you.
这里吧。胡闹！快走，来不及了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我们来晚了，就是他。